风水外送茶，人客来泡茶。欢迎各位厂商干爹、糖果爸爸、糖果妈妈们，我们这里可以让你置入你们的物件哦，好不好？快来找我们哦！好啦，今天我们又要送哪个香香了？今天这个香香，我告诉你，它在我心目中是顶级中再顶级的网红。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荣幸帮他服务过，感谢他给我这个机会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来看风水，我们是单纯送饮料而已。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我们还是要风水稽查，看上次我跟他交代的事情他有没有做，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在理我，他只是找我找好玩的而已。好，那我们要不要就是打给这个？好，我的手机在那边，我打给他一下。来，我手机给我一下，都可以，顺便来一支给我。我靠，你这个外送员，哇，还有带助理啊？对，我是小弟的身份，我在这个频道，我是小弟。喂，你要再加收？哎呦啦，进来了啦，进来了。在这边啊，我的外送呢？在这边。这是小小的一个东西啊，没有哎、欸。你忘了带、啊，你居然忘了带、啊，对不起，辛苦。对不起，不要这样子浪费我的时间。我看到我的外送了，是你啦，我叫的是香肠。好了，欢迎我们今天来宾小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爱。怎么一直见到你？我们这有缘分。对，我是黄豆老师来我们家很多次。他刚刚说他服务我，其实我也有服务他。他叫我大胆玩的，我说我尺度很大，你要多大胆都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不多说，我们上去了。好紧张哦。不要紧张。很乱哦，很生活化，大家不要骂我。OK，Go。耶！有，我来到小爱家了，好久没有来了。多久？大概上礼拜。没有吧？应该算应该二三。不是说老上班都过二三十。哇，每周服务在镜头前面，我是单身的，我没有另一半。这个装潢之后，我是第一次来小爱家。因为上次还是原本前屋主的装潢，那我改掉一些。之前是全空的，对，比较空啊。那今天我们主要是在稽查，因为我来过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就来验收一下子小爱他家现在怎么样。嗯、那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问一下小爱，你有什么样疑难杂症最近？最近的疑难杂症就是，其实有一个疑难杂症烦恼我大概32年。你能知道是什么吗？你说没什么没钱的、哦？不是没钱啦，就是一直没有另一半啊，单身桃花，就是感觉像凋零一样。就是觉得说，怎么觉得一直都遇不到桃花？但我之前就算过紫微斗数，他说我夫妻宫是空的。可是我想要搞不好有什么风水可以克那个空的夫妻宫啊？因为我也是空的。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最近大概3、4月，可能是不知道是怎样网红圈还是我过期了，不知道怎样，就是没有工作略浅。可是相比过年前，工作只是大满档。所以主要是工作的对，工作跟桃花的对。如果当然是可以找有钱人，我工作就不担心啦。但目前就是只能当女强人了。你是一个很成功的女强人，真的吗？好啦、那我们就开始了哈。首先我们看，因为这今天这边哈，我们伙伴比较多，所以有些都是大概来了80个人，都是我们的鞋子啊。对，这一块哈，我们现在前面这个是伤门，受伤的伤。那伤门最好就放什么金属的配件。真的、哦？对，因为金属配件可以降低伤门的力量，而且伤我里面都是仓库，这有一个小仓库哈。所以我应该是要丢一些金属的东西进去，是不是？放金属更好，可是当杂物也很好，因为伤门毕竟就是凶门，所以像我会建议，像这个横拉门，我会改成金属。可是我有时候里面有一种窒息感，躲在里面蛮刺激的。它这个三门这边其实除了鞋子之外，鞋子尽量不要外露啦。毕竟鞋子大家鞋子就是晦气。像这个门呢，有没有关起来放芳香剂？不要放在外面。尽量不要，除非你真的常穿的几双拖鞋，你放没关系。其他收起来，毕竟是晦气。这边三门讲完，这边是杜门。它这个杜门的镜子放得非常的漂亮，它是不是没有对到你的家门？没有哎。对，镜子不要对到家门，这个很加分。谁的镜子会对家门、啊？有啊，有些人镜、有人玄关在这样子，然后绕过来这样看着。对，这样然后转身出门。那对到会怎样？门回家会吓到是不是？不，看不穿的，看一下。门是气进来的地方，那镜子会反射气，那这样气对冲，对家运势会不好啊。好不好？那老师，那个他现在你稽查的这个玄关跟大门这部分有没有？好好的照着有啊，我刚刚以为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是镜子，结果他是前屋主了。那其他地方其实都不错啦。刚刚你家那么干净了？我家真的是蛮干净的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很龟毛。好。但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在急行的时候就比较乱。你说
全家每个地方都。就一句话，恶心。其实不错啦，但这个没有不好。他没有挡住门了，我有特别就是他比较过门。记得装这些东西不是不行，而且他这个会比钩子来得更好，因为这是圆的。好，这是圆的门哦，记得尤其是家门跟主卧室的门。尽量不要有那种钩子尖锐的东西啊！这个玄关这边都很好，真的吗？这边都很好，但就这边稍微在哦，这边 啊，这边是鞋柜吗？不是养狗，不是鞋柜，就是杂物。对，杂物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再把它放进去。那我想请问一下小孩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去拜那个财神庙求的发财金啊。然后你怎么放在地方？土地公，因为我不知道放哪里，我就全部放这里。这边是小孩家的杜门，杜门非常适合放平安符。为什么？杜门是凶门，那你要平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平安符放在杜门是好事情，而且杜门不要忘记也属木，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是什么？木来生活，所以是大大加分。好，所以这继续放这边没关系。OK。OK 是不是？来，我跟小夏先站这一块，包含如果 take 得到他的化妆桌跟他的这个椅子、按摩椅，还有桌子，这个不常待，对不对？不常。这边是小爱家的死门。上次的，所以死门放这种杂物啊，不常待的，小爱做的非常漂亮。这个是很加分的，因为死门是每个人家都有的罩门，尽量不要待。所以以小爱的生活习惯来说，每天这边几十分钟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顶多半按按会，对啊，太痛。这边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东西？来，这个我跟小爱讲一下，这个就有点不及格了。盐灯是有能量净化磁场的东西，对，所以它要放在死门是比较容易，对，那我提着它，没有，可以放在这个这边啊，小爱后面啊，哦，这里，它离死门越近越好，可以净化死门的晦气。那生门也要一个盐灯吗？对，一生一死，人生生跟死嘛。因为我原本，你还记得？因为我原本做一个盐灯，它是放在浴室的，然后有人就露出里，又再送了一个盐灯来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就把它摆。哦，那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哈，因为小爱家很温馨，好，所以这边有一小就很小，没有，真的很温馨的，一格、两格、三格。这一块地方是金门，金门最好放什么东西？你这个是塑胶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塑胶啊，光面的框是木头，对不对？我确定了，没那么有质感。没关系，没有，不会。这也是塑胶的。这个哈、哦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家里的金门哈、哦、是可以放这个没有生命的花，永生花、干燥花是可以放的哦。哇。因为随便放上来的。这个放得很好，金门哈、哦、是口舌是非官司。那你放没有生命的东西在这边，其实是对它是没有帮助的。可是这寓意是不是花？花是属什么？木。所以金门放木头的东西是很好的事情。如果以这种小爱这种盆栽土的哈，跟水跟植物的话，金门是更适合放水跟植物的。哦，就是下面是水，然后直接泡在水里面那种吗？没错。OK， 我以为水跟植物，还是水跟的。哦，没有，水跟植物可以啊，像就是你刚刚讲泡在里面的也可以，或是你放什么酒啦、红什么一些水啊、液态的放这边，饮水机放金门都不错。那紧接着。我们现在站的地方，小爱现在可能有一些，他右脚是在金门，左脚在开门。开门今天有这个单元，大家去看一下，掏姿势哈。开门是代表事业贵人，人最适合坐在这边，你的职业更适合。为什么？因为小爱有些业配嘛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业配的人很需要开门，开门就是开发开辟新的事情。嗯。尤其你帮你接业配，是不是要想起 idea？ 对。那更适合你坐在这边。哦，我很常坐在这里耶。你睡在这边吗？因为我有时候，因为我沙发可以选一个，就是感觉像床的，很宽的。对，那很适合你。你没事常待在这边啊，在你脊椎如果不会受伤的情况下。哎、欸，我们这很贵。真的、哦？这沙发爽啊。就是它的，我选的是材质很好的，所以可以适合睡觉。对啊。反正我等一下问你一下。可以适合做很多事情，像你刚刚说的。Oh my god！开门的地方放电风扇会比金门还要好。嗯，哦，金属塑胶的属金呐。嗯好，所以可以增加开门的力量。接下来是主卧室。对，来，我们现在这边小爱来，小爱请，真的站好。来，因为原本它这个床是在正中间的，它是有各个床头柜，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要把床靠起来。小爱那个时候其实我来的时候，他自己就把。我跟大家分享，对不起，忘记两个事情，你们也可以去看小爱的影片回顾。他自己本来就跟我说，他沙发定在那边，他床就要这样做。我就说，那其实他根本不用找我来，因为他的床位就是小黄条。没错，不是大黄条。他的床位这边是景门，景门代表文昌智慧，是吉门，所以你睡在景门是很好的。对于你刚刚开门有点不磨合是你创意发想这些设计的东西，跟景门是有关的。所以小爱这边我调整一下，就是那边狗狗睡这样。蛋碎对不对？对。
跟他换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。难怪他越来越比我越来越红，他睡在旁边了，跟他换位置。你靠里面睡会比较好了。好，越往里面睡越好。对，就靠近景门更近了。嗯，哦，好不好？刚刚前面有提到，这个化妆台是死门，好、哦、死门，化妆台很好很好，只是说你的东西可以在。但是我觉得已经够神奇了，坦白说，因为乱中有序，对，你是乱中有序的。再来，死门的地方很适合放镜子，也就是化妆桌很适合。天哪！为什么？死门属土，生镜子的金，可以在死门地方放镜子，化妆桌是卸掉死门的力量，所以你放得很棒，太棒了，这个是很加分的哈。OK， 好了，那这边最大的重点是。尽量往里面睡啊！当然，如果狗狗睡习惯了，没关系，一起睡，不要紧。啊，不是我进到里面吗？我也看进去。啊，这边单车没办法进来。没关系，但这边我要。这边是我们家最贵的地方。对，但这边我要跟小爱讲一下子哈、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不要摆在这里吗？看可不可以放那边去，放死门的地方。这些都是属金的，跟镜子一样，所以死门很适合放电风扇。镜子、化妆台，还有这是空气清净机，嗯，好、哦，是蛮适合放的。这边有点，不会啊，这边很棒啊，这边很适合两个人，很棒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我这里真的是小秘密基地，就是一个小的小更衣间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房子没有一百分的，对，这边是小爱刚刚说景门跟床的位置是一样的，嗯，哦、那景门的地方，当然你说摆书桌啦、办公桌这种，嗯，或是行政类会计是适合景门的。你这个灯会关吗？包包灯睡觉的时候会会会会关是不是？景门是文昌智慧，你要是个灯能亮着、哦，也知道它开着是不是？很加分啊，很加分。嗯，所以景门你放包包，包包是什么做的？皮革嘛，这个皮革、嗯。对，皮革是什么？木头。所以景门的地方很适合放名牌包，嗯、因为皮革的。那我再多买几个。What？ 你的主卧室真的是很加分。请问我可以拿这下来吗？你要干嘛？我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你要干嘛 ？OK。你喜欢是不是？我蛮有兴趣的。变什么？叫我是什么？蝙蝠侠。就是比较胖的肚子。胖白兔，好不好？这是兔子啊。肚子你看不出来吗？哦哦，肚子狼的感觉、啊。我现在好骚哦。所以景门乱七八糟可以吗？当然不行啊，家里面其实整洁是基本。因为这里原本很整洁，但是因为上次地震完，它整个倒下来，我就全部都浮上去了。还好没事。哦、对，浮上去就对了。因为它这个这是耳环柜，整个就跌下来啊。我这边看个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我可以拿起来吗？可以啊。这边有一个100块不经意丢的百钞。没有，因为我有时候口袋都会有钱，然后我就随便放。我喜欢在家随时找到钱的感觉。很好，景门很适合放百钞啊，真的啊。景门特别适合放百钞跟200块的钞票，也就是景门很适合放绿色跟红色的东西。好了，那这边一定可以再整理一下吧。那毕竟这边是你家的景门，文昌智慧。我在努力，因为他衣服太多，可能要丢一些走。OK， 好，真的，所以今天的分数我给30分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，是有及格的啦，有及格是不是？还可以再更好，因为就是有时候太乱了。不会了，你这样很自在，其实很自信，你这样蛮大方的，我很喜欢。真的就是对生活里面这样，我才有办法帮助你啊。那今天我们的超级来宾小爱，真的很开心，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他家看他的。私生活。那你们这个节目如果换主持人的话，也是可以换的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不排斥跟老师抢工作。好的，好啦，那今天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谢谢小爱，好不好？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在点名呢、啊。啊、哦，真的假的？我要想，那、啊、你们要去邀约是不是？对。会送茶，好，这位我不确定他会不会答应，但你们可以去问问看。陈燕婷，他也是我红，然后他们是夫妻，然后有两个小孩，第二个小孩即将出生，然后他们在三重有一间也是蛮大的房子，感觉好像可以老师去看一下。哦，陈燕婷先生嘛，对不对？小姐。小姐。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常去他们家，很多可以看一下他们家。风水有没有什么？他本来因为你点名不想要去，我刚刚讲说性别，他就说不行，这老师不行。对，我觉得可以约约看。好，谢谢小爱。那我们今天谢谢收看的观众朋友们，也谢谢黄小爱喽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风水会通常，拜拜。